自己看完这 MV 的那个感觉？其实我看我自己默默偷看了很多次，第一次看的时候，刚好那天一起工作的化妆师，正在帮我化妆，所以化妆师竟然眼眶红了，对，然后因为他现在就是自己当妈妈，可能感情很充很丰沛这样子，然后我觉得看到他这样的反应，就代表说那天拍出来的效果，阿彩导演剪出来的效果，完全就是有达到那样子的期待。我自己是演得很过瘾，因为真的也很久没有演戏了，然后从来也没有演过这样子的角色。那阿彩导演像看到最后有看到一个稍微一点伤妆在脸上，然后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尝试，就是就是很期待大家看到的感觉。然后前面当然就是有一小段一小段慢慢放给大家，知道大家其实都很期待今天专辑发行跟这支 MV 出来这样，然后就很过瘾啊。然后希望还可以之后还可以更尝试更多不一样的角色，如果有合适的歌曲的话，或者是有合适的这个电视剧啊，或是电影的导演啊。我其实觉得自己是实力派啦，所以大家尽管来找我演戏。